慢点吧啊！哎呀，家人们，哎呀，我们真的是太痛苦了。现在第三次拖车，因为在 4S 店说要等配件要等7天，我们不可能在北京待7天。我们回去的话也，这个车要放到这7-8天还在来北京，所以我们选择找另一个地方修。丈母娘非常，你看我，对啊，真的让丈母娘真的受罪了啊！哎 ，sorry， 哎呀，希望我们这个这次能把车先暂时修好，修好了我们能回家。哎，我们这个车还没搞定，这个把我们快折腾死了。现在带着丈母娘。吃个涮羊肉，但是娜娜妈妈不会用筷子。娜娜，这个。我妈妈说，我的妈呀，为什么吃了很多？我们一天没吃饭，我一天，我28个小时没睡觉，就这个弄得我真的想回家。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回家。先把饭吃了吧。Нет, им скажи, что пока они не съедят, они отсюда не уйдут. 说什么？不要花钱，你要多，你要吃。啊，没有，可以吃，吃得完，一点点，没有很多，一点点，就一点点。Ужас. 妈妈吃，我来给你涮，因为。那妈妈，我丈母娘不会用筷子，然后我们太急了，其实带着叉子也没拿到。这两种，好了，那个老婆，你让妈妈吃饭。老婆，你让妈妈吃饭，我们吃饭好不好？妈妈下飞机都一口饭没吃。我知道，好的，我们吃了啊。我给丈母娘涮羊肉，看看那女婿，一个女婿半个儿。不能吃辣的，还不会用筷子。没事，用勺子。下次来拿叉子，咱也得忘了。叉子拿了在车上，是不是？但是拿叉子也没办法涮。好吃吗？你问妈妈好吃吗？啊？啊？没有面包，啊，没有，这儿没有，啊，你拿的，吃肉，你拿的，要不是，来，你妈妈好吃不好吃，用了，你也吃不午饭的裤衩，哎，真不容易，终于马上到家了，本来是10号就能到家，这玩了整整一天，好难受。天天一晚上也不睡觉，这想女儿，你看这，辛苦，都可以看娜娜，想娜娜，想歪歪孙女儿，对，杜艾丽娜，杜艾丽娜，好，那我们拐弯到家了，了那娜娜的孙女不得，对，杜艾丽娜，得多高兴，哎呀，姥姥来了，这可是亲姥姥，总算。这个车也弄好了，能回家不容易啊！这一波死好几车。是到的地方有没有10000公里？有吗？没有啊。嗯，那也不容易啊。自己对中国语言又不懂，也没坐过飞机，一个人千里迢迢，我们沟通也比较困难。辛苦，感谢。欢迎妈妈到家。拉娜不知道，还睡觉了。不容易，这48小时到家。你看，因为我们是赶得早，那个北京，这个车呀，
到家了，到家了。哎呦！哎呀，咋不说一声呢？我们姐姐呢？你好啊，姐令。哎呀，怎么不说一声？我们去接洛丽。哎呀，辛苦辛苦。啊，辛苦辛苦。洛丽，不要叫。哎，这有鞋，给你拿个有鞋。嗯，不哭了啊，这拿个鸡蛋。你哭啥？想妈妈呀。高兴吗？来，拿着把花拿出去。把花，你好，嗯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辛苦了辛苦，哎，怎么一哭我都，高兴，女人就是眼泪多，嗯，我也累出来了，我能看别人哭，也看别人哭，哎呀，我也，好了，洛丽，好好好。啊，对，去去去去。嗯，啊，姐姐。嗯。姥姥来了，快起来，姥姥来了。可以，对，丽娜。洗手。啊，洗手。什么？你想裸聊吗？对呀、啊，要不要？不要。差不多可以了，好不好？都一个月了，快。啊，他睡觉了，那行那行，你要不让露脸还不让露脸，哎呀，粉丝都急着看杜艾丽娜，啊？妈妈给糖，等一会儿。嗯。嗯，看妈妈，嗯，等到十九号、二十号看。嗯，抱抱，抱抱。少凉就凉，给凉点吧。哎呦。姥姥，姥姥，来叫奶奶，叫奶奶，叫姥姥，叫姥姥，咱们按中国这个说吧。我是温拿，过来过来，哎呀，对，丽娜睡觉了，还有雨欣过来，这咱们家的女人，咱们家的女人，睡觉了，咱们家的女人，我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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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他俩过来，他俩也是女的，过来，过来。好看吧，过来。什么开心？非常好看，非常好看。妈妈也非常漂亮，嗯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对我挺开心的。嗯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